你看，这种房子用这种木板呢、啊，你看用这种木板呢、啊，日式的建筑，日式的建筑。盐水镇公所，哦，那在古代呢，有这种房子就已经不简单了呢。哎，赞，很美的呢。哦，好多灯笼啊！过年期间呢，欣赏灯笼。哦，这附近还有天主堂啊。哦，你看盐水农会的谷仓啊，那边往西边去的是大众庙。